去进攻，为了孙将军，当万死不辞。这回不过是一时大意，等你不会因为一时大意而打败仗，再来与我顶嘴。行了，老爹，不服，别再给我增添麻烦。一群废物，给我退下！有我华雄在此，谁也别想过去。与那小少爷相比，你倒是有点本事。就是要如此才有意思，独相国有力，此地绝不能死。
那个骑龙道士或许也在，千万不可大意。百年之都城，此次击退旅客轻视，和幽冥之心，街上定还有遭难之百姓。贝虽不才，还请让贝略尽绵薄之力。侠义之心，与云长和义德相比，亦不逊色。能在黄金一战中与阁下相遇，实属荣幸。说起相遇，贝曾与虎牢关得赵姓侠士相救，人与人之情谊，真是神奇。但愿有朝一日，能够再度与其并肩奋战，讨贼救民。此处地形艰难，不可松懈。劳烦阁下了。
将成为胜利之基石。何等残忍！必须尽快平息战乱。
战乱无休无止，究竟何日才能到头？
竟活活被火焰吞噬。董卓之暴行必须加以阻止。Thank you.
老人哀叹，未知信长与民同在。